之前你觉得呢？好呀。这不是确实我在拍自拍，你们好烦呐、啊！我不行，嘴非常的不容易，他让我说话，我刚撅上他让我说话。是一个走心的演员，他这样就该出气。哎，刚才那个那么好，怎么笑了？都很像一只河豚。露牙齿有点像兔八哥，露一点点，露这一点点。我已经整不下去了，不行，我吐不下去。没有吧，让你一会儿。看不见。